当你的手被对方的同侧手臂抓握时，被抓的手成拳，手靠近身体，利用蹬地转腰之合力向后蹬转解脱。被抓的手臂迅速近身屈肘贴于身体一侧，被抓的手呈手掌五指并拢，利用蹬地转腰之合力，手掌向对方身后进行长腕解脱。哎，躲，哎，好点，哎，躲，躲这个节奏，啊，把这个肘收紧啊，啊。当同侧手臂被抓握时，小臂由外向内做缠绕，桡骨一侧压迫对方手腕，同时撑拳，双手大扣形成扣压，而后利用转蹬转之合力，最后倒手腕啊，从身后缠抱时，你的双手臂置于对方手臂的外侧，此时提起你的一侧手臂，用肘击方式击打对方的太阳穴，此时对方手臂稍有松动，利用虎口用力下沉，睁开双手解脱，用头去顶对方的面门部位，然后顺势解脱。当对方一只手掐住你脖子时，抓住对方的手臂，后腿做提膝顶裆的动作。